它的乳液也是在 Cosme 的排行不分通路，包含专柜在内，最 top 的那一种，对，它到上个礼拜出来的 ranking 还是第三名。他们家其实都有，就是九种浸润肌肤用的玻尿酸，然后两种它可以达到这种清爽的保湿的成分，然后它都是专门针对敏感型的皮肤用的。他们有时候，如果你是特别干燥敏感型的肌肤，其实你可以用千层派的上一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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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比如说你可以先用化妆水，然后上一点乳液，然后再拍一层化妆水，然后再拍一层乳液，它可以一层一层一层形成一个完美的屏障。对。